大家好，今天晚上哈，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如何免费上网，也就是说电脑哈，如何免费科学上网。就说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哈，基本上也是翻墙成功的得，要么是手机翻墙，要么是电脑翻墙。那么这节课哈，就给大家简单快速的介绍一下。怎么样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哈，能够寻找到一个免费上网的一个方式啊？那么如果说是您手机上网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的哈。你就是上 YouTube，那么的话呢，去在我的那个展示下面的话是有这些网址，给大家分享一些下面这些网址哈。那么首先来讲哈，首先来说您也是要这个网址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网址，复制一下。然后是需要连接那个我们的，就是要翻墙的，才能够那个打开这个网址。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网址，啊，现在速度是非常快哈。那么的话呢，如果说是你简单的看一下视频啊，浏览一些网站的话，那么这个方式哈是非常适合你。如果说你是想上传一些视频啊等等啊，做一些就说想通过 YouTuber 哈，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视频的话，建议你还是去购买收费的 VPN。那么的话，首先来说就是打开这个网址之后哈，我们这个软件是4.1.7.1哈，那么的话往下浏览，它的那个 SysTest3 哈，那么点开它，下面有三个软件，我们下载哈，第一个和第二个就可以了。那么它现在速度是很快的哈，刚刚我也测试了，是非常快的，基本上的话不到1分钟就可以下载完哈，看起来速度是非常快的。那么我就不继续在这下了哈，因为已经下载好了。如果说你下载这一个哈，这两个软件下载下来之后哈，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呢？那么接下来的话，你首先是要把这个软件解压，啊，解压，因为我这边已经解压过了，就是解压，然后再解压第二个软件。啊，解压到当前，啊，解压，哎，这个是解压过了哈。那么的话，解压第一个软件。那么第一个软件里面，它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软件，你把它复制到哈，就是我们刚刚解压到这个软件里面去，啊，解压复制到这个里面去，啊，然后把这个软件就没有必要了，把它删掉哈。那么的话呢，你。放在里面去了之后，你就直接打开这个软件啊，你刚刚已经打开了，打开就是这样子哈。它打开之后，你需要进行第一步的一个设置，就是系统代理选全局模式哈，选全局模式。啊，选好之后的话，你就可以打开它。然后打开它之后哈，如何加载一些免费的节点进去哈？这里的话就是说涉及到的是第二个网址哈，等一下也会放在下面的描述里面。啊，这个网址。啊，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很快就打开了。现在，因为晚上上网的人比较少一点。它这里哈就是 address，就是那个 IP 地址哈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 IP 嘛。它就是在不同的国家，它都是有那个服务器。然后的话就是这里 US 是美国哈，GP 就是日本。那么的话，我们如何把这个加载到我们这个软件里面去呢？哈，其实很简单哈，也可以点后面这个二维码。啊，如果说你是手机，已经翻墙了，那么的话也是这样子哈，你把刚刚这两个软件下载下来哈，然后呢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啊，电脑上的微信，然后啊把这个二维码哈在手机上截图下来，然后发到我们这个微信上面哈。然后再把打开，用这个软件哈，用这个软件这个服务器这个位置，然后点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，哎，就可以了。其实很简单的，扫描之后你点确定，那么的话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哈，因为这些节点都是免费的，那么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节点每个的二维码都给扫进去哈。如果说其中一个节点不能用哈，或者说上网速度比较慢，你可以换一个节点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哈，基本上实现永久的一个免费上网，因为如果说，因为对我们很多小伙伴来讲哈，因为你去买 VPN 是没必要的，
你为你买个 VPN 的话，它是，它上网速度是很快，稍微快点啊，稳定一点。但是的话呢，它就是价格比较贵啊。你像这里有一个收费的 VPN，它这个 VPN 的话就是说，大概半年的话是400多人民币哈，就是稍微收费是比较贵的哈。它这个可以看一下。打不开。稍等一下啊，改变一下节点。就是它这个收费是比较贵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节点，有些节点可能是不能用，或者说稍微慢一点，你就要改变它的节点啊，改变它的节点。就基本上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能打开的话，还是比较稳定的哈。就是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稳定的。只是说你在看视频的时候哈，稍微有点卡。哎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节点可以用，毕竟速度还可以。啊，它就是基本上的话，就是价格的话还是比较贵啊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是只是进行简单的浏览网页啊、看视频啊哈，这个免费就是免费这个节点哈。上网的话就已经够了，另外的话就是说哈，这节课哈就是关于如何免费科学上网分享到此，如果你感兴趣哈，可以点击一下下面订阅哈，因为在下节课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创建 YouTuber 的一个账户，并且的话大陆哈，在大陆上怎么样获得一个收益，以及一些哈 YouTuber 的收益的一些小技巧，因为有些哈就是1000个，它是按1000个点击来算的哈，1000个点击的话，有些收益是1美元，有2美元、3美元、4美元、5美元，它是有些小技巧在里面的哈。那么下节课哈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也是哈，我研究了比较长的时间哈，就是看了很多大神呐，就是说总结出了一些小经验。那么的话呢，如果说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哈，记得订阅哈，记得订阅，感谢大家，